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 YouTube 频道。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安多市政府推出的针对低收入人士的公交车票打折计划。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您可以获得36%的折扣车票；如果您购买的是月票，您可以获得21%的折扣。我们可以到市政府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具体的信息介绍。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多伦多市政府的官网。这个是公交折扣车票的英文名称，Fare Pass Transit Discount Program。这个 program 是针对于低收入的多伦多的居民，他们的年龄呢是在20到64岁之间。如果合乎资格的人士购买车票的时候，可以得到36%的折扣；如果是买月票，可以得到21%的折扣。这里呢是申请人的合乎资格的条件。首先，您需要居住在多伦多。年龄在20到64岁之间，您需要有一张已经激活的 Presto Card。您需要是低收入的人士。下面呢，介绍的是谁有资格申请、怎么样申请、需要的一些文件、Presto Card 的信息以及 Discount 合乎资格的条件。这里呢，就是有4项。那么其中呢，它对于低收入有一些具体的说明。低收入呢，包括有以下几类人士。首先呢，您是Ontario Works 的领取者，或者您是 ODSP 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的领取者，或者呢您是多伦多 Children's Service Child Care Fee Subsidy 的使用者。Child Care Fee Subsidy 在中文里面就是托儿补贴计划的家庭。如果您在20到64岁之间，然后是属于低收入人士，您也可以申请这个项目。那么具体的低收入的要求呢，大概是这样。这里呢是有两栏，一个是家庭人口的数量，第二栏是家庭的年度净收入。这里呢告诉大家是可以怎么样去申请，how to apply。申请的方式呢有几种，online 就是在网上申请。网上申请的时候，您首先需要准备有您的 email address，还需要有一个已经激活的 Presto Card number，需要提供您的多伦多的住址，输入您家庭成员的信息，提供家庭的收入信息。第二种申请方式是可以打电话申请。打电话申请的时候，您也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Required document 就是您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必要的文件。第四栏是您已经有一份激活 Presto Card。如果您还没有这个 Presto Card，您可以登录 Presto Card 的网站去申请，或者呢，您也可以致电Presto 卡的，你也可以致电 Presto 卡的信息中心18773786123去申请。当然，也可以直接到一些商店去申请。那么下面呢，提供了一些可以购买 Presto 卡的一些地点，包括 Davisville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在1900号 Yonge Street，也可以在 TTC 公交车站的一些自助的机器购买。所有的 Shoppers Drug Mart 的地点都可以购买。这里是您可以获得的 discount。在网页的右上角有一个 Apply for Fare Pass，您点击这里就可以网上申请。这里提醒大家，您在申请的时候要准备以下的一些文件材料。另外呢，您需要对这些条款要同意。您需要点击同意书，还有 Consent Form，再点击 Next。这里呢，就进入了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打折的车票的计划。首先，您要输入您的 Presto 卡的号码等等，填入每个信息以后就往下走就可以了。现在呢，再把这个计划呢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申请的资格，申请人需要居住在多伦多，年龄在20到64岁之间，拥有激活的 Presto Card，是属于低收入人士。低收入的标准 OW，也就是社会福利金的领取人士。或者是 ODSP，也就是 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的人士，中文叫安省残疾金计划。第三类是托儿资助的领取者。第四类，如果您不属于上述三类人士，如果您是低收入人士，也是可以申请的。那么第四类这种低收入人士，他的标准是有家庭的规模，也就是家庭人口的多少。第二栏是家庭的年净收入。如果您是一个人，您的净收入要低于20514加币，就合乎申请资格。如果是两个人，要低于29011加币，
三个人要低于35,531加币。如果您家里有10口人，要低于64,871加币，节省的金额。TTC 的成人票价是3.3加币，打折后的票价是2.1加币，节省金额1.2加币。如果您购买月票，票价是156加币，打折后的票价是123.25加币，您可以节省32.75加币。申请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一些文件，您需要提供 Notice of Assessment，就是您的税单。如果您是 EI 人士，您可以提供 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中的一些相关信息。如果您是 CPB 领取人士，也可以从 My Service Canada 账户当中去打印相关信息，提供您过去30天内的工资单。另外，所有申请人还需要提供地址的证明，也就是您必须是多伦多的居民，居住在多伦多。您在申请的时候，请准备好以下的文件信息：电子邮件地址、email 账号、您的 PrestoCard 号码、多伦多的地址、收入证明或者 Ontario Works 的 ID 号码、ODSP 的 ID 号码、托儿费补贴的家庭 ID。申请的方法有3种，可以上网申请。您可以登录 toronto.ca，然后进入 Fair Pass Transit Discount Program 就可以申请了。您也可以致电416-338-8888，在电话里面申请。当然，您也可以致电416-338-8888，请工作人员寄一份申请表格，您填好之后再寄回给政府。今天有关多伦多公交车打折计划，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请登录多伦多市政府的网站去查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欢迎您订阅云上俱乐部 YouTube 频道，并点赞、关注和转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视频再见。